今日小米之家创兴广场店终于重开啦，大量升级产品都做紧 promotion 噶，低至四六折，优惠期间由12号去到12月8号。大家嚟到我哋创兴店咧，记得吓，除咗睇手机咧、睇家电之外，留意一下电视机嘅 display 啦。第一次喺香港有小米嘅电视机嘅 display 喺度噶，而呢部电视机咧唔系普通嘅。呢、这个足足有100寸啊！你睇下，如果你屋企有个 home theater 嘅话，要呢部电视机几正呢？直情唔想出街啊！咁啊，除咗系我哋创兴广场店重开嘅好日子，亦都系小米 13T Series 开卖嘅大日子嚟嘅。咁啊，试咗 13T Pro 呢部机咧，影相靓到飞起。嗱，大家唔信去睇下呢啲靓相，根本系专业相机嘅水准嚟嘅。除咗女仔好靓嘅吓。你見到啲邊個好鋭利啦，色彩好豐富啦，因為點解呢？佢用緊嘅機呢，鏡頭下用緊係最靚嘅拉卡鏡嚟㗎。所以呢，你揸住呢部 13T Pro 嘅話呢，你自己都可以做一個攝影大師。除咗有 GPS 精准定位可以進行視像通話，而聽講 Kids Smart Watch 呢仲一早設定好屋企啦、學校、補習社呢啲常用嘅地址。等小朋友去緊同埋離開緊呢啲常用地址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同時即時收到小米 Kids App 嘅提醒，可以話係超級實用啊！你哋會揀邊隻色呢？唔怪咗個 friend 咁開心啦，個 friend 啱啱 message 我，佢今日入伙呢，我送咗呢一部機俾佢，我自己未見過個真機嘅，因為我喺網上官網訂咗之後呢，送咗去朋友屋企。佢話呢，原來呢部機唔係簡單嘅吸塵機嚟㗎喎，呢部機除咗係吸機之外呢，佢都係扫埋地嘅，拖埋地，真系太多嘢要介绍啦！支咪冇晒电都唔知添。除咗呢一部吸尘兼埋拖地嘅小米家电之外咧，仲另外一部我啱啱先至 sales 介绍咗俾我吓，仲有一个叫做洗地机啊！呢部洗地机就紧要啦，因为咧佢就系有埋咧洗地嘅功能，佢系将嗰啲水咧去预先加热嘅。即系譬如你屋企有小朋友啊，成日整污糟嗰个地下嘅话咧，你可以用呢一部洗地机。更加深层次的清洁屋企啊！除了我头先介绍过的产品之外咧，我哋小米之家仲大量的智能产品啊！下次大家嚟旺角行，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创兴广场的小米之家啦！